游戏，然后他的礼物是什么？零食大礼包，没错。哟，你可以讲出主题，六一。今天是我们为了六一节而举办的一个活动，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儿歌的一个抢答。我们奖励是什么？你有为什么拼过命吗？准备了啊，第一个，哎，怎么还有人迈步的？哎呀，破鞋了！快点开开，我要回来。这首歌叫……我知道。小兔子乖乖，不要说小兔子乖乖。得分。真叫小兔子，你为什么提醒你的敌人？真的你不要为了那只大礼包拼命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准备躺着可以一起吃。你对啊。你看我们衣服的颜色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第二个。什么？漏了个谁？小螺号滴滴的吹，还要听到展翅飞。还真有人会了。小螺号，就叫小螺号吧。就叫。采蘑菇的小。采蘑菇的小姑娘。原来不是。是一个小螺号滴滴的吹，带着带乱了所有的人。黄队得两分了。水，能没得啊你？我跟你是一个队的吗？真醉了。准备开始啦！这个吧，丢手绢。行。讨厌，就是你拦着我，讨厌。一分。OK。你刚刚说我们是一个队的，对吧？听不见。嗯。门前大桥下，漏数鸭子，耶、yeah ！就这个，我看，我刚想说小红鸭，小红鸭。Years later. 春秋冬夏吗？怎么可能？敢问东海何方？对，哇！一休哥葫芦，不，再就下来热。Back。一休哥葫芦娃，不就葫芦娃吗？七个葫芦娃，葫芦娃是葫芦娃。
结束了，零食大。